喂，你好。是不是在找寻访机啊？是，你是谁啊？东西在我手里。今天晚上9点，在中央广场后面的酒吧。一个人来，别忘了带钱。喂。喝的还挺开心啊，明天接着喝啊，今天可以啊。嗯，哎，看见那个垃圾桶没有？啊，我刷了一下就能投进去。我不信。不信？不信。10块钱都赌不赌？啊，看着。哎，啊，糟了，你去吧。那个，不好意思啊，我刚没看到你。没看到你就可以乱扔吗？没有，我这是篮球场吗？垃圾桶是篮球框吗？小时候老师又没有教过你要保护环境。不，我不就扔了个瓶子，不小心就砸到你了。马克学长，怎么会在这儿遇到他？我跟你说啊，我是故意的。怎么办？没事没事没事。没事，你快走吧。我这不小心的。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，我朋友喝多了，我替他向你道歉。没关系没关系。他道过歉了已经。那个，他真是。走吧，你们走。我们是在哪见过啊？没有，算了，跑吧。你们认识？见过啊。那我还费什么劲儿？就是嘛，都是朋。你等一下，哎，别走啊！干嘛去？你去哪儿啊？别跟过来了。哎，等一下，酒馆喝。今天晚上9点，在中央广场后面的酒吧，一个人来。别忘了带钱。看着好像问题不大，还在捡东西。是不是应该理啊？拍了。你也知道是吗？怎么回事？我们把这件事情解决一下吧。你读的很好。啊？肯定有问题。好，我找交警来处理。干嘛啊你？是双枪？你挡着我呀！我拍照让我看看。哎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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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谁知道这手又是怎么了？
干嘛这样看着我？这下你满意了吗？我的电话，车子我会照价赔偿。哎，喂，没事吧？顺交。谁都想做个可以衣食无忧，在别人面前都是穿着好看的衣服的女孩。可生活让我必须工作，很努力的工作，才有可能让家人幸福。我不想被大家看到我现在这样不堪、糟糕的样子。顾总，车已经送去消毒了。这是物业提供的 TOPX Station 那晚小区的监控截图。老鼠！我告诉你啊，姐姐我可是道上混的。顾总，我很快就要成为您的员工了，您就大人不计小人过啊。是双骄啊，你真是倒霉啊，怎么偏偏只有那个自大狂的公司录用你？你的好日子算是到头了。啊！那个大哥，咱们现在都是文明人、文明社会啊，你不要随便动手啊！个十百千。五千，我是犯了错，但我又不是傻。实在不行，咱们就去找个专业人士测一下呗。Top X。啥？哦。您是说那个扫地机器人是吧？还给我。您先别着急，把它还给我，修理费不和你计较。真假？而且，赏金一分都不会少。赏金？这个号码是你指使的吧？你偷了我的机器人。我那是捡的，好不好？你有同伙的吗？还是你用变声器？年纪轻轻就这样敲诈勒索，瞧你这邋里邋遢的模样。专靠这种事情骗钱，注定成为社会的蛀虫。我东西是我捡的，又不是偷的，凭什么骂我？你可真够有意思，一直在跟我玩文字游戏，颠倒了黑白，还以为自己做好事啊？还是你太习惯了这样骗人呢？一个女孩子价值观怎么会扭曲成这个样子？你这人说话怎么那么奇怪啊？183-4056。世俊杰这个小混蛋，知道错了吗？知道。靠哪儿啊？不知道姐。畜生！你要居然背着我骗别人的钱，想骗什么？你说。姐，我要死了！严嵩啊，你趁我心脏搞突袭，让我先把衣服穿上好不好？我这是被骗的。就是什么情况？你俩都多大了？怎么还这么打呀？快起来！太不懂事了！行了，女孩子总发脾气，对皮肤可不太好。
不是说好了，为了庆祝你找到新工作，我们出去吃饭吧？我气都被他气饱了。哎呀，行了，我们出去吃饭吧。学妹，周末有空吗？来帮学长个忙呗。